我发面对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那自己那个台视光，那才是那台视光那个月都不是我欠的嘞。我们只是当时卡在台视光是这样的哦，当时我就很想处理，可是问题是月欠在那里是吧？你没有理由，中华民国还是个法治的国家，也不能说我知道你这个以后会出问题，就把它取消掉。那现在是这样，现在是既然都台视光出事了，我就希望现在蒋万安哦，你终于找到理由可以去处理那个了。